等下开了。前三名要拍照。我可以把它拍回去。我不爱第二啦。那这这不会，我这表这有点热，他会。直接收音那么屌、啊，不要那么紧张。我说我声音听不清楚。啊，我还要积分嘛？不知道，他放在后面。哦，好。好，好，配的那个是。我第一个。啊，有图文不图？不会不会，那个图片很好。我第一个放在哪里？跟我们差，还有第一个放在哪里？不会，不会，黑色。第一场，第一场，第一场突破的 K 五啊！怎么还是这两个人啊？没有新的人啊？哦，读取时间有点慢哦。好，一个戴潜水帽，跟另外一个头上连风头的吸血鬼。好，主播一开始就来一个托夫，开场蛮长凹的东西，第二下可以蹲。好，天乌打算插到底。好，这个负多少忘记了，反正起上的雀反刀几乎都能打到。好，一个甩刀，太快了。好，压制，一边压制，一边压制，再压。好，这一场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啊。就是一边压制人家怕乱动这样。好，一开始就来一个 RK LK 电招，又被骗到，第二下可以蹲了。好，还在压制，还在压制，哎，一个大缺招式使用错误，都不如此跳踢，没有缺反的跳踢。太久没换了，大学都没去。第三场，主播现在目前听牌一个带墙没有接好，好，这一个凹了一颗气，这个有缺反哦，好，压制，继续压，继续压，我踩，好，继续压，六六六六六，哎，没有六六六，好，第二带墙没有接好。他妈，原来我坐在冷气下面的时候怎么那么冷？你压制压制好，紧张了，天幕一颗灯都没拿到啊！而且我要闪你六六六啊，你没看我在冷气哦。接下来我们第二场，哎，我好像要按一下比分哦。然后图图，是没闪掉的，一比零。哎呀，我们一起干嘛呢？主播继续啊，直接第二场直接开始，直接开始。好，一个前阵有血反，前阵好像不是很好去。哦，摔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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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好，接好，接好。哦，摔刀，摔刀，一个 B 跟 combo 啊，半条血就这样没了。好，哎，凹了一个大血，没有中，没有中。直接在一个 B 边招，直接把赌博 KO 掉。第二场啊，赌博现在死了一颗灯，天幕拿到他的第一个灯。好，就双方继续的刚讲完要那个叫什么、啊？太久没打了，一回啊。好，一个摔刀带墙带很远，带到好距离不太够。一个 B 边扛，一个 B 边啊，一个大绝没挡到。好，主播凹下去了，会不会接大绝？会不会接大绝？接一接。
接阿弟。然后战车，看到刚很清楚看到战车冲过去了。好，雀斑。主播，那个下段是真的有看到吗？看他心虚了，他心虚了，心虚了，第二脚没踢进去。好，小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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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哇、哦，主播又越来越快啊！但是还是比不赢吸血鬼的那一下。哎、欸，伊丽莎的一颗气就这样白费掉，被打下来。哎、欸，刚那个空叉放枪哦，都有看到，难怪是柯登会输。好，主播一个压制，一个压制，又骗到一个大下段。带墙，带墙，带好，带好。好，踩，踩，没踩好。哦，这样终于想要骗到了，好。2-0。啊，三层表在哪里啊？关你了。在你啊。点进去。都。哎，今天有败部吗？有吧。他打了，再打了。开闸，下面没有吗？下面是。你往下拉，往下拉。没有啊。哎、欸，干，我大概没有拉。你是开错了。啊，我反开错了。哎、欸，小黎开错了怎么办啊？啊，没有赛程表啊，没有开到有败部，还是今天没有败部？啊，天赋赛程表，你自己去看一下赛程表啊，他没有败部跑出来。等一下直接开一个新的输入比分就好了吧。我直接开一个新的输入比分就好了吧。那就开啊。怎么开？如果我用，我用。用。啊？气遥控器在哪里啊？敢不能？有啊，我也可以先对着上面吹啊，你不要对我吹好不好？跟他讲一下，跟他讲一下，我严重抗议。还不错、啊。再讲下去我不直播，我跟你讲。这个不行，停掉。他不能开新的吗？开新的分页，然后再开一个新的。新的分页，然后再那个新的分页，然后开三十页吧。这样整个要重用。快啊！上直播才放一个新的、啊。然后往下拉。那可以两个重复 ID 吗？直播要有人更好一点。那个就这样，好，这样。中阶段。应该是吧。看是不是就知道了，反正后面不都要给他删掉就好。那这样只要按照这个顺序输入，直接就按照这个顺序打就好。我，老板，继续跟老板。小黑布就跌了啊！厉害啊！哎呀，自制加脚，你该秒。然后打他自己的名字，然后一直打自制啊！怎么还是老板啊，小博啊？阿姆，阿姆，小博，阿姆啊！青菜呀、啊！开始啊！刚开始，你又要开始啊？等一下，怎么变成这个？对，
现在名字都来不及讲，但是应该是金鱼队老板。我们今天玩的是女忍者叫什么名字？雷光。雷光是太空战士啊，记错了。哦，这个呢？这样怎么只有下面那一组 B 还分 A B 组哦？反正是五个啊。好，没关系啊，分 A B 组。哎、欸，不行，你要让拜 B 就不一样，再改一样。等他说调整好，回这里去，重新整理整理。哦，改好了，改好了。小林啊，杨畅，好啊，调整好了。小林弄好了。改好不会改快一点哦，我现在还讲，气死我了，要惹我生气。哎、欸，几比几啊？后面讲一下。10，谁呀？继续。讲完再来请讲，切到有选手画面的啊，大家是比较想看有选手画面还是没有选手画面的、啊？我觉得有选手画面的比较美丽耶。那就是这样子啊。对。台北杯组画面。哦，这样、啊。可以。这样就可以了。小李不是都说要把那个反转？嗯。小李都说把那个玩家画面反转。哦。但是因为可以看到积分榜。可以看到积分榜。嗯。刚那个可以吗？楼上啊。哦。我现在知道1-0就好了、啊，我觉得他至少要能看到选手画面，让人家知道谁跟谁在打。那是靠 ID 的话，他妈谁知道谁跟谁在打？我下次取消凤山杜德伟，我下次取消金城武，我谁知道我是谁？金城武是胜者。哦，金城武胜者，然后我不是金城武，我不当金城武。你可以当李敏。我干李敏很高哎、欸，不行，我太矮了。梁朝伟，然后就只能当梁朝伟，没办法。真的是，蛮勉强。你要矮的，就是梁朝伟。我比较矮啊，梁朝伟啊。好，那个现在 P1 的胜率比较高哦。金玉打老板，老板似乎看不太懂令家在打什么，这有趣。其实我也看不太懂令家在打什么，凹就对了。好。一个背向，人家都说那个背向最好就是先干跳踢，让他不敢乱动。我不知道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你觉得人家骗我？好，一开始一个康乐，摔刀，一边康啊，墙壁接错，无敌招，第三脚没有中，好，康乐可以接，接一套，再强，歪掉。好，一个扒一下那个不知道什么招放枪哦。哇，金玉2-0。啊，主播就是弄不太正常才会输掉。2-0，我看一下台北杯主画面长怎样。哇，台北杯他妈还有广告。跟布丁啊，妈还是嘴布丁上场。换我了吗？滚啊！是你。滚就滚吧。滚啊！那你比分你打一下好不好？有基因的，还有没差？啊，特别是实验啊！哎，我的杯子是哪一个？还是杯子呢？他喝到底了。你最近要喝青草茶吗？到底怎么来说？放那么多喝啊？不知道，前几天就要放那么多喝。他是爆肝是不是？稍微忘记爆肝。2-1。你看我，
命啊！我靠，查多哦。刚刚我等一下就打你们两个其中一个，神经病哦！没关系，我可以往后靠啊。操！所以谁是谁啊？哦，你们两个相反。哦，我是螺丝啊！哎，不要看到我，我是螺丝啊！好笑我们。靠呀！真笑了，你们两个。谁是谁都不知道，来乱的。我们两个问号，两个都问号啊！谁是谁？这两个在搞笑啊！欸、小黑，你打我，你就会接；你打他就不会接。魔术师就是冲那一拳就对了、啊。Round three, fight. 超恶心，小弟。非常明显。Round four. Fight.鸡蛋啊！接超多的，我已经忘记挡接了，都是 KOF 害的。负第一比零。谁知道你们刚刚每次比赛都问号？喜欢问号，因为乌头很废玩啊。是这样子啊。又要问号了。一二三。Elisa。放过去就好了。那个，那一次，怎样？我是瘦身体瘦了吗？我说他为什么不知道？
没关系，你的对手是我。没关系。干嘛这样？超大雀、欸。空插那边乱插，那个有趣好不好？
哦，大雀，雀太早了。这什么东西呀、啊？这什么东西呀、啊？这什么东西？为什么会出现空中旋风鸟？为什么会出现空中旋风鸟？来乱呢？还用左手的真龙。什么东西？两个在那边乱玩。小黑影了。换你的阿嬷输了，无所谓啊，干，没事，我开个打，他们两个，把我跟主播打，好啊，阿嬷跟主播打就天理了，不是，把我跟主播打，哦，把你当弟啊，把我跟谁打，把你跟阿嬷，我抽烟，我在这边，我在这边站着玩一点。这边快一点呢，放多少啊？放多少？啊？这边快一点，快一点。你放多少钱？对啊，我这里有块币耶。我还要挣啊！到底比哪？我冇得样挣啊！懂吗？哪会啊？做裂掉啊！你要怎么挣这个？裂单是吧？现在是吧？来，给我裂单，裂单。
小了。先打吧。你怎么脚断了？到底直接打吧，固定性要怎样？对、嗯，他们玩的时候，把我盖了吧。你要干完全放枪啊！你身材这么苗条。哎呀，拼了！来，死定了 ！Round one。我直接说下段。楼上了，换楼上了。哇！好！哎呀，别呢！靠，没玩到。我靠，这下。啊！我到了，你又走，哇！你还装了最低的，就低啊！哇，他娘的，好强！应该反击鬼啊！啊，万变鸟可惜啊！你还来哎、欸？靠！我靠！我去！我操！我操！啊！我靠！我操！不知道有没有改错。好，我现在是 King 啊。好，认真一点，认真一点啊。我跑不起，要有多惊讶？我叫天无神，就天无点名。我跑不起，要有多惊讶？不会啊，太扯了！阿某到底是在打三小了，我也是看不懂啊。我会玩铁拳，我只会玩拳法。这东西我学他的啊。我压迫你的时候吧。阿某玩我的剑啊。
可以认真一点吗？哎、欸，好，就这样被凹死了。第二个 King， 这场 King 一个那个其实是大雀前让那个前田右脚 King 的。好，杜德伟，杜德伟，杜德伟。啊，杜德伟是用到一个。哦，六代接法，好屌、哦！你还是六代接法的呀？阿摩玩得出来而已，我跟你讲。就阿摩接得出来，六代接法。忘了，我都忘记六代要怎么接了。我阿摩跑起来了。啊，被六六六凹死。继续凹啊！六代接法，他妈六代接法，这个鬼人是不错的。六代接法够了。接下来可以蹲啊。阿、啊、你掉下来！有掉下来什么东西啊？没有掉下，五代就对了吧？明显吗？我觉得不是哎、欸。我也可以大声啊！你在大声什么啊？我啊，刚刚看到。运气不错啊，你。好，有代强。好，拜拜。换人啦！换谁啊？不知道，大饼不是换你。大饼没有比啊！换 Ken 物跟老板。这是败部啊，你先比胜部啊。胜部继续比吗？那败部赢有啊，胜部继续比。土波跟陈玉啊。土波现在准你按暂停。好。这陈玉，快点啊，快过来选啊！不快。土波，快点！我不会按呢，这么高科技也要改，我不会啊！靠！别啊，土波打成玉啊！因为我不知道哪一颗。好。来一个。不行。不要忘记来一个。一根，用一根路的。还没啊。应该土波那边的吧？土波打金玉。看看哦。有那么多人在看啊！现在那么多人在看我嘴哦，啊，我嘴用力一点哦。换你那边啊。要憋死他。哦。还有败部哦，他还有败部哦、那個。等一下，我败部啊，应该打到九、啊、九点十点那边啊，才八个人而已。哦，哇，你要快一点可以啊，另外一台你败部啊。要快一点可以用两台比就快一点的啊。但同样我完全对你没有作用。因为你不够淫荡哎。我们那个 P1 你又过马上把你扣不掉旁边有风喊谁 P1 谁 P2 啊、哦、P1 是那个好像受了风喊的土波啊 P2 是好像不怕冷的陈玉啊还有一个穿吊杆一个穿外套连玩的角色都一样，你看。再吓吓你。哦，一个康，一个康，一个康。干嘛？哎。脚快转。接下点拳。哦，土波放枪，土波放枪。我稳住了，不要闪了好。哦，一个横移，干土波开始会横移了。不要哥哥了。有逼。B 圆没骗到，没骗到，没骗到。他太远了。哦、oh, ，一个撞，一个撞啊！又是这个下段啊！没有啊！我突然间把张力给过表了。顶他，顶他，顶他！改他，第二次放枪啊！看得到？当然看得到啊！看到就是。啊，跟他讲。现在两张小招互相压制。完蛋。知道三岛家没挑剔下段，尽量放不用钱的。不要打我！我靠！我死
赌博两次666的、啊，赌博好帅啊！好带强带强，不会带。不是翻太多六了。哎呀，开那么六多六干嘛、啊？无限断。哎，接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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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下中了，你就不要乱动，让他扫完第二下再站起来就对了，就不会再扫到了。真的？对啊。你这样一直一直往后滚，又被他扫到死，我跟你讲。他刚刚还用空振。好厉害！啊靠！不错。哎呦！哎，托比斯。平八的反击耶！反击耶！输可以换人吗？可以换，可以换。输了可以换，赢能不能换？你可以换摇杆哈。换人，换人，换人。啊，换摇杆！你俩要换摇杆啊？连摇杆都要换啊！赢的可以换摇杆啊！我跟你讲吧。但是它的触感太奇怪了，妈的！那这个触感，你赢了那么多灯呢，一下就帮我解决了，哎，这触感挺好的。我他没有下去的感觉啊，你赢的啦，怪的。我你这死变态都不在选那套衣服出来，好。你看雷文，不会雷文一样啊。我只是花拳绣腿而已。你想变的角色？因为就跟你相同啊。你想变的角色？你要练啊！人家玩，我要你的 PP。好，第二场哦。他看 PP， 没错。继续使用他的女雷吻啊！土坡看不懂啊，打他看不懂就对了。对，没错没错，我跟你一样，就人海战术就好了。打他看不懂。哦，还是666啊！打他看不懂，打他看不懂，对，这样就对了。哎、欸，打他看不懂，放错招了。突破666被坑啊！我的妈！还没接好啊！哦，哪来的大绝啊？我怎么有大绝啊？紧张的时候就按那颗就对了。又擦鼻血，继续擦，继续擦。放心，女人稳就跳梯了。要睡。哎、欸，看到土坡，看到。前面要盖我。土坡盖到，土坡盖到，再盖一次，再盖一次。哎呀，狙狙。干嘛自杀性攻击啊？可恶。哎、欸，放墙，放墙，放墙！不要打我！摸他，摸他！遇到那种人家打你看不懂而已，就是摸死他。干！哎呀，还叫车啊！用下点拳凹死别人，好那个啊！一个食盐剂。哎呀，土坡又看不懂啊！不要不要挖我！这死变态！看不懂还打人家一个背向。土坡看不懂，看不懂，看不懂。哎，刚才脚也没出啊，死的那个。不要，狙狙！我娘的，一下被解决了，可恶！你还换摇杆嘞！二比零，赌博获胜。哇，还是打不赢变态人。变态人，没错。都要。我肯定赢定了。好，我干嘛谁啊？啊，那就把你拿走了。哦，我知道，我也知道这里。真的，我玩好。那这样你也可以啊。啊，可以打吧，可以打。跟老板讲啊，就是你要哦，来布啊，对啊，是要打到决赛还是打到半决赛？前半决就好了。前半决啊，打败布啊。哦，少康啊，前五打老板啊。老板。来了，我打老大的。来了。我这里可以。
接下来 Ken 物打老板。天武打老板，天武打老板。哇！你好没怕呀！我跟你讲，那个漂亮的图片进去一定都是被改错的。然后丑的图片进去就是丑的。天之精会玩的，这都已经是很糟糕了。小黑也会玩啊。好，双方一个力回哦。老板接到没有放过机会，一个虎尾脚抱地板，没有抱。老板在让哦，老板在让。田武毫无招架之力啊！擦他擦他，哎，好，一个复活。这话老板看不懂啊。顶他顶他。虎尾脚要来了吗？虎尾脚要来了吗？热身练的地板一次都还没爆啊！打绝了，没有打就算了。好，又虎尾脚，顶他顶他。我只知道火焰球，我不知道火焰脚啊。好，一个骗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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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凹一个，凹一个，凹一个。再不凹，我没机会啊！好，还是五尾脚，老板赢了，老板赢了。这是神殿关卡，一个地板都没有破啊！我有这样子。够六啊！那个，小雨这个可以上打。好，那什么？毕业了，六就不知道了。没有。要问那个啊？没有。第二场是直接开始哦。好，立回一下，立回一下。小雨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然后被反凹一下，他是不是接错啊？凹破地板啊！好。在哦，地板终于破了一次啊！然后反正管他两只脚都擦，哎，虎尾脚不能用那个雀哦。好，扛了扛了扛了，继续擦继续擦。刚那个是想打雀反的意思吗？好像不是很明白。好。天武两颗灯啊！
哇，不要不要，完全不行啊！快点，地板没有破，地板没有破，天赋继续擦，熬破地板，熬没有破，老板在浪啊，跟你讲。好，一个奥喵的康特浮空太强，哎，老板累格了一下，网路有问题哦。好，边边好痛啊，擦擦擦擦，哎，中哦中哦，没有，好，一比一比一，一比一比一二，那大家看一下比数哦，一比一哦。田薇薇一开场就凹了，一开场就凹了，凹了凹了，直接摔招，没有到墙壁。哦，反正就是有雀的当没雀打，没雀的当有雀打，这样就会打得到人啊。还是这一招，谢谢鬼招神反哦。看一下哦。好，地板还是依然，好像只破了一层嘛，地板还有三，还有两层。冲过去溜他溜溜溜，虎尾脚失败，没有骗到，一个抓不会解摔，天雾加油啊！老板先把他干掉。好，一个雀斑，哦，一个绕背哦，那个臂坑好痛啊，但是他直接放一个大饼绝招，没有啊，小石好帅啊。浮空，浮空，哎，没插好，失败了。好，带墙破地板，破地板没有破，距离不够，破地板都一碗。问号。好。那个吸血鬼如果是捅到脚底板的话是有利的哦。好，哎，想骗一个人家蹲上段，其实天雾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上段了、啊。雀凡没有打。好哦，捅到，终于捅到。地板终于又破一层。来，现在双方拼牌哦，这个 combo 接在真哎分出胜负，又是一个小下段哦。接下来换谁比哦？看一下哦。穿我打阿摩，阿摩突然变对，没有。小黑，
被召唤了。教导白的那个出现的，那个要开是拖车来干的，而且超明显的。对啊，踢左边了，跟跟进看一下后面，他不会踢左边了，没错。鸟头，鸟头 king。木鸭，木鸭。好厉害呀！好痛哦！布丁硬顶顶了一场。完全不行，小姐好，可以啊，小姐吗？可以吗？可以啊，给他个背后的。既然你也饿了，而且再给他一次机会。不走到不行，没有时间不走到。不好意思啊，不敢，我不去了，才干嘛？还有到不行啊，小姐啊，没错。我不能掉线啊，小姐好，还是等一下我。哦，对啊，让他一次机会。我都来电了。没有错，你家都是官，那不是海边的。你离我近。我家都是官很大，我没有啊。嗯，你说什么？我感冒好了没啊？要不然给我哎。我只有咳嗽啊，应该不到两万。啊。滴滴兔的第二个滴就是这个东西啊。哦。应该是说我们就是在比赛啊。哦，对啊，在比赛啊。突然打个英文我也看不懂。外国人啊？不知道哎。最爱的 PP， 你说我？哎，老公。
赛程，赛程出来他再处理就好。不然我也不知道到底赛程是什么。八分应该是会有啦，加你八个，对，刚好八个。我就每个礼拜都打，叫八个。没有，老板平准 OK 的。对啊，打完再回去。每个礼拜六八点报到。我七点半就来站起。先那个热身一下嘛。我刚刚被录起来了，糟糕！上班时间就被发现。下一位金玉打布丁，还是换我哦。哎，因为靠你怪兽死啊！因为这样会不会进输？哎，好像也还好。不会啊，那个不会影响到吧？对，不能。他要送旗，要送旗帜啊！可恶！继续就好。等一下，不就我跟布丁打？哦。干，在斗魂就已经跟布丁打了，回来还要再跟他打。我在斗魂是输给布丁的，我是假的，真的啊。你是有跟外国人打吗？没有，没有，都是台湾人。名字？哦，泥棒，泥棒，对啊。我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可能要叫小李改，我要帮他打马赛克，帮马掉，以后就叫你爸。没关系啊，反正这个这边没有踢上去啊，不会跑出来。哦，他们看不到赛程表，他等一下就是这里里面改的名字叫。不对，他打完了，也没啦、啊。哎，他们还有哪几场？没有啦，换金玉啦。哦，对啊，一直没改，我忘记改。他可以直接用选的。不行啊，因为小黑走啦，他说我直接晋级就换他们打。真的假的？他去找他朋友啦。哦。那边要用感应台，感应台是什么？左右啊，做左右的、啊。感应台，对吧？这个不叫感应，因为可以感应到你按什么东西。我靠，要可以感觉得到你有在按按键呐。哦，对面也可以啊。对面比较难啊。乱讲，我以前在外面玩的时候就被有人非常搞。那是他按得太大声，而且那时候那个摇台就在摇啊。啊，问题是现在加金银台是不会摇啊。哦，有没有声音啊？是要按，然后那个第一声。这下去好了。咖啡吗？赢啊！干什么姐在哭？我突然怎么放其他的？很难练啊，他真的不好用。主要是他的那个后取消那些的很难用。不然我也很想继续练啊。比较快，滴滴就要会取消滑步啦。但是你玩，你好少用三 L 都有，好招不用。你就戳那个，没有一个动作，滴滴有。有啊。可是他中间，他发生太慢了，他对啊，很容易被很容易被插招啊。想脚趾头解决你而已。对啊，你直接滚大腿都要放人，他那个不一样啊。下双脚那个发的那个快，下双脚可是比较难看到啊。因为我是整个人缩起来，你不知道我是要搓下面还是要用中段。他正常都是会站着打，很少人看到那个动作会蹲下来。哦。哦。真的。哦，他这题游戏。哦。这题游戏哦。射击啊。360了。干嘛？你不是怪公仔？哇！
干什么就卖公款啊？有这个想法啊？等一下是谁啊？等一下立德跟那个啊？我是吗？哦，白瞎。你刚刚那个角度没抓准吗？我的、啊、对，你打立德。你该死！继续到继续讲。好、啊，那我先继续。不好意思。你看你我们没了。换我们的，是吗？还有一场啊，能快很快就换人。
Yeah.
就会有小孩。对啊，就这样子吃。哎呀，我还不。几比几？几比几？2-1。嗯，对啊。没有，很强三 A， 你们不是胜过冠军吗？真的假的？对，我问你们胜过冠军，你们想三？谁二？记得二。哎，立德1-2。好，你们主动一点。OK。好啊，我下班赶过来啦。啊，那现在那个，现在才空过来哦。好，妈的，好，准备开打。啊，他们现在是胜负冠军。好，胜负冠军。好，立了一个闪光猎犬啊！啊，跳踢这一些好不好？来下段，来擦皮鞋，好敲，这个第二下可以成意啊！哎，可以成意啊！啊，管队，啊，管队，要不要再管队？再管队！啊，一个康特，想到 brain 啊！哎，想添一个装，雪白，啊 ，nice， 啊，这个雪白不错。尖撞哦，尖撞去吧。Tournament? Yes, it's tournament. 啊，管队。好，接下去啊。
好，一个下段，还是雀板啊、哦、，F 十一，好，好敲敲加一，啊 counter， 啊，这个 counter 啊 combo 太 combo 不太好接了哈，啊、哦，但有点危险，要小心啊。好，发生率有点慢，要抢这边不太适合。哎呀，管队，好跳低，还没雀，直接双手摔没解。好，追加摸一下，好大位。哎，擦皮鞋没擦到，手太短了、哦。下次原点就会说，哎，我下次把那个擦皮鞋范围加大了。哎、加半个一幕好了。管队，管队，好敲有力有力，好。啊，猜一个，哎嗨，管队被发回血嘛。好，这个能力不错。好 ，B 边 combo， 好敲打雷。好，一个滑垒哦。好，滑垒看着。好，这场土拨抢过来一个胜场哦。好，两边二比二啊。到了，这场一局六六六。啊，干嘛变那么高？他去练的啊。哦，可能散热比较好吧。他散热不好啊。他可以矮一点。好，我比较慢，是吧？好，两边继续啊，继续抢胜负冠军赛。好挑，好挑，哎，好挑啊，上啊！来，大家再来飞雪白。好，加去，达瑞。啊，刚刚有一个机会可以直接用风那个追去拽的，不过很可惜跑掉了。好，一个空招，闪光一拳雀板，甜蜜。好，一开始就输一个有雀板的东西，可是土拨没有掌握到。啊，土拨被雀板了。好，下段继续摸摸。啊，大对。来猜一个，来一猜。好，下段继续摸。好，六六六失败。好，雀板，哎，没有雀那么大，小雀。好，被摸死，哎，没有被摸死哦。好，管队。好，猜一下。啊，被小雀摸死啊，立个地牌啊。哦。啊，一个擦皮鞋，可是因为那个起身速度太短啊。啊，土拨发挥诺夫优势哦，可是被等移了。哎呀，就是起身被等移，真的是有点危险啊！啊，又是这一招，这招非常的考验。打对。好，普通摔。猜一猜，黄磊。三 OK。好，一比二。啊，管队，啊，三小 B， 啊，有力，擦皮鞋，啊，诺夫这边端又来啊，摸死你，啊，不管你，直接凹跳低，好的啊，来，还是普通摔，你以为我要双手摔吗？不是，啊，第二下可以蹲没蹲，啊，这个骗到，可是没有瘦身成功哦，瘦身成功就有切康普哦。哎呀，发生太慢被掉低了，好，接下去。啊，谁呀？好，好，立刻晋级。来，下一场，天雾打布丁哦。来，天雾打布丁。哎，布丁认真点玩，不好选什么问号对啦。不会啊，没关系啊，我不知道。我们抢你啊！我们抢你。抢二。抢二可以吗？对。
他还没到拜布我。接下来拜布啦。我不知道抢拜布吗？他队友救我。对。出嘛。啊，今天沃瑞居这边人还蛮多的哦。哦，不，今天不少人，今天不少人。好，欢迎大家来沃瑞居玩啊。OK。脚喘很多不到啊，健身有些东西都不能弄啊。好，今天我选的是那个 Elisa 啊，然后布丁选的是熊。啊，大队哦，直接回选。哦，熊这一代很少玩，原因是因为熊没有第一路那么优势，因为第一路它可以换，你可以选两只熊，哦，那看破就很好切。可是现在可能没办法那么爽啊，过太爽。好，猜一个，中段。好，想要玩躺地招哦。好，摸一下，摸一下。好，雪白，熊无双连拳。啊，熊铁三靠。熊那个跳过去有两种，一种是中段，一种下段哦。啊，被噎死跳杀了啊！啊，地板破掉还没破，哦，熊破速非常奇怪。哎呀！啊，还是中段哦，还是不输那个下段哦。再注意一下下段，来来。啊，痛痛痛痛痛！啊，猜一个，摸一下摸一下。啊，还是被跳了啊！啊，大雪。会不会死人？还是残血呢？啊，死啊 ，K 哦。不累。好，你来一个声音啊，这个跳叉跳叉 combo 继续啊，对方是熊哦，熊限定 combo 哦，这个游戏很多熊限定 combo， 熊非常可怜啊。好，就摸下段，来下一个，这样打嘞，还是继续擦皮鞋，熊擦皮鞋，来下段哦，我扶起来了，我扶起来了，我扶起来了。好，继续。好，猜一个。好，一个闪招攻击。啊，这跳叉，这个一的跳叉，第一下这个反应要快一点，乖乖躺好，没事哦。啊，体力一下，你以为不动吗？我还是动啊。啊，没有把地板打破哦，很少看到人家这一整场下来地板没有破掉的。啊，天物一个胜场。找得到的，不然一旁其他都找不到的。啊，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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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台南破，台南阿炮直传哦，阿炮直传。哎呀，来哦，来哦，你今天打字这么正常是怎样？这是哪位啊？来哦，来哦。啊，布丁受不了啊，选他的那个愤怒鸟出来啊、哦！这个愤怒鸟看起来就是杀气腾腾，他妈的！啊，打呗！好啊，那个赛程表贴给大家看一下，赛程表。好，赛程表贴有提示啊。
好，今天欧德系我们这边又装新的台子了啊、哦！哦，新的台子超屌，新台子超级屌，哇塞，哇塞，这个超屌的，这么快一下，对不对？哎，等一下，继续继续玩，快快。愤怒鸟看起来就是很奇葩、啊哦、然后尤其他要发动他的那个很机车的三项，有没有看到看起来像穿胖子的鸟？哦，愤怒鸟啊，愤怒鸟啊，愤怒鸟，愤怒鸟，你真的玩得很无聊哎、欸、愤怒鸟真的玩得很无聊哎、欸、愤怒鸟马布里打零比，啊，风鸟认真啊、哦，不要再搞下段啊、哦！来，哎，猜一个，啊，第二下可以蹲，蹲不下来，蹲不下来，来一个闪招下段，可是combo失败啊、哦！土伯在那边看，土伯在后面看成吐血啊！啊莉莉怎么教你？平常怎么教莉莉？啊，下一个，下一个，啊啊，哦，跑掉了，啊，尖撞，哎，啊，你比二，哦，这可以硬要打哦，啊，弟弟跳跳跳跳跳跳啊，捞到闪耀，还要不接闪耀，哎呦，那么帅，哎呦，来，兄弟们。bang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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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g， 把地板破掉了，哦，好痛痛痛痛痛，啊，哎，不能打，不能打。好了，本人好了，你要弄的，哎，布丁打赌博，抢三。我打赌博。是要打赌博。不打赌博的。我刚刚，我现在隔壁摆一台超屌，真的很屌，真的很屌，超级屌，大家一定要去那个我们 Orochi 的 LINE 群看一下，这个超级屌。那还没到我啊？到我？哎，有没有有没有那个1945啊？有1945吗？哇，那1945太怀念了，啊，直荧幕一样，哇，超适合。
可是这是游戏转型，所以你回到主选单要横过来。啊、哦，要横过来是这样。啊，一批是，一批是土锅，二批是布丁。好，这个是败部冠军赛啊，强三啊。好，刚开场一个空招，好，这边补空。布丁你在玩嘛，没关系啊。哎。啊，刚刚你讲的高罗之外，啊，这样当然可以啊。他保罗耶，刚才土坡你按太慢，明明可以确定没有确到。好，下段下段摸两个，哎、欸，摸四个，连四个下段，你好羞辱啊！一比零。好，对了，没有。好，猜一个，猜一个。好，这是讨厌的安全中断角。一个勾拳，铁拳就是要玩勾拳。跳踢勾拳点下 B 好哦哦啊！听说游戏有点小声，是要把游戏拉大点啊。好吧，游戏小声，小声。好，这样游戏应该有比较大声啊。游戏应该大声，可以多反应一下。Perfect。好，晚上好，嗨，小芳。Round four。来，二 B。Fight。啊，关台。啊，擦鼻涕，继续擦。啊，我就是要凹勾血，我没有别招了。麦克风给他，你没有，我先用神盾。好，神盾就 OK。好，那这样我游戏声音要稍微小声一点，这样 OK。啊，猜一个，猜一个，哎、欸、哎、欸，失败。啊，主播可以赢的玩家输掉怎样？来二比二，好，关了没？干，不要学下剑就怪摇杆，好不好？来，第二下可以蹲没蹲？好，第二次第二下可以蹲没蹲？然后被丢掉还可以 combo， 好，我崩血还没出来，好，铁汉靠铁血，好 combo 不要 miss 啊，哎，猜一个，哎哎。哇，你来一个被发现！哦，挑衅挑衅，哦，杀气来哦！有什么好讨厌保罗的？保罗哎、欸！好，现在比数是一比零。莫夫就是一个做坏掉的角色。Round one， 开场干嘛？开场凹，两个人都在凹。凹布丁，布丁看不是失误啊？哎，刚才布丁你也下线了，对啊，怪要干嘛？对啊。哎，你看到底叫 Jack Lin。KO Round Three。啊，回来了，零比二。好，被你的无聊保罗给凹了两个灯。好，接到小豆，哎，失败。到底玩什么摇杆？好，那方法应该是用太久。KO。好，一比二。好，两个人都拿公馆摇，那公馆已经摆快一年，那那公馆已经用快一年多了。哎、欸，不止哦，公馆已经用一年以上了，所以我觉得直接应该要换。哎、欸，不能打。哎、欸，打对 ，perfect。哎，可以擦鼻血两次。哎、欸，土锅没反应。
慢条，好痛哦！哎，想要崩血，哎，大血没有血好，来个下段，布丁你在外，你在乱玩的哦。然后主播康普没接好，好管队管队。啊，正正人啊，没错，他就是正正人。铁拳传说都很正正的啦。穿越那一套。好，等一下败部冠军打完的话，就总冠军赛啊。然后目前第九正在等啊。好，现在比数1-1，现在抢3。好，两个都选后顾哦。这群啊叫铁拳啊，这个根本就是军人拳嘛。两个军老在打铁拳。啊，土拨你在凹没关系。好，你在凹。啊哈哈。啊，B边啊，哈、哦，还是有回馈啊，哈、哦，还是有回馈。那我就看你们两个冠来冠去就好了、啊。来1-0。啊，开场凹一个，啊、哦，没高血了哈。bang bang bang。好，起身，小安全，我第二下是中段，第二下上段。啊，第二下上段没蹲。一个大下段没挡到，好带不过去，好猜一个猜错了、哦，安全多转，哎，关了喂。啊，就关来关去啊，没错，还一个大下段，哎，关了喂。好，这个土拨用比较纯熟哦，啊，布丁还要后后推下一下啊、哦，不过布丁他本身有在练 King 哦，所以他666没什么问题。哎、欸，没有后抽身，啊，还是666。2-1。下段管的，我就是要出一招，然后再管的就对了。出招管的，啊，下段，啊。啊，第二下没蹲，滚退！啊，不该蹲的蹲了啊！啊 ，B 边回馈一下啊，斜面，擦皮鞋，这游戏只剩下擦皮鞋能管的啊！第二下伤的还被 B 边，啊，被自己的照片，被自己的照片怎样？哎呀，这个大皮凹，哎、欸，等一下我有跳起来啊！虽然跳起来伤害变少，不会死。不会死，不会死啊！哎，还差一点。哎、欸，哎、欸，看比赛不能用道具器呀，妈的！啊，比二。啊，有力有力有力，哈，滚了嘞！啊，刚好看到、哦。好，又看到，两人看来看去，哎、欸，吹喇叭没吹到。啊，土拨危机啊，土拨打不赢诺夫，怎么回事？高雄诺夫就剩下你一个而已，你还打不赢诺夫？哎，吹一下赢了、哦。我打诺夫啊！
二比一。Welcome to the King of Iron Fist Tournament 7. Yeah. 好，大家讲一下我们 Orochi 大蛇杯哦，为什么要叫大蛇？因为我 Orochi 就是日文的大蛇的意思哦，大蛇杯哦。我们也可以改叫小蛇杯啊，小蛇大大，小蛇大大还在吗？我们也可以叫小蛇杯，好不好？那你就要来参赛哦。好啦，铁拳七的积分赛第一周，好，那我们为期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哦，大概连续打八周，好，然后我会有一些奖金，然后我们现在每一场的前三名都会送一些 Orochi 植树啊，都会送一些 Orochi 植树，然后欢迎大家来参赛啊，不论是铁拳还是明天的快打哦，每周五、每周六都有比赛啊。那后续的话，我会再看像 KO 谷啊，或是 GGXX 或是昌邑啊，人比较多玩的游戏哦。然后人越来越多的话，到时候我们也考虑再办其他项目的积分赛哈，也请大家多支持。还有刚的，把地板拖掉啊！我还有，我还有。好，月光。哎呀，看那个白色胖子看起来真的很恶心哎。阿伯呢？哎，被发现了，把地板拖掉。他看是怎样闪耀魔术啊？好，我们刚刚讲一下 Rage Drive 再怎么厉害，但是还是对霸体无效，除非你是打对手 Rage Drive。好，下段挖一个被血板。啊，炸弹拳，最好是炸弹拳直接接闪耀啦。有没有看到这是新招啊？啊，血板，哎，没去，啊，关队。变变变！啊，踩！哎、欸，我也没踩到，我也不用踩。KO。来比。Round three. Fight. 啊，一个小装扛的，啊，地板又破了。啊，最后一层啊。啊，赚到！啊，看这伤害，看这伤害，看这伤害。好。好，这个愤怒鸟。好。啊，黄脸鱼，黄脸鱼发现没有付那么多，我也付十四而已啊、哦。啊，不对。哎，巨人摔没有解。啊，布丁停摆啊！好，让我们打完会休息个五分钟，然后准备开始打总决赛哈、哦。啊，刚才第三下固定上段，啊，刚才，刚才台湾人跳梯嘛。哎，抓蹲架，哎，那个抓蹲架破绽很大哦，然后土拨 combo 失败。啊他，该就是跳皮，太扯了。好，啊，两边停牌，哎，主播停牌啊。啊变变，变变，好，小鹿。无敌，不可怕。啊，歪掉。啊，这样歪了还可以接哈、哦，这就是 King。好、哦，土拨，好、哦，恭喜土拨晋级。晋级啊！我跳皮啊！好。跳皮啊！时间多了。好，那我们休息个五分钟啊、哦，我们休息个五分钟，等一下我要打总决赛 Grand Final。好，等一下 Grand Final 就是胜部是立德，败部是土拨啊、哦，大家稍等一下啊。多一点，多。好，谢谢。我们大矿都没了。休息五分钟，大概。休息了，没有准备了。好啊。
意了。好，我们的决赛准备开始了啊！啊，胜部是立德哈，阿巴部是赌波。好，我这边抢三哦，抢三。啊，那住南部玩家不要归啊，住南部玩家不要归啊，哈，记得、啊、来这边搞一下。你一平啊，好。好，立德一样选他的主力医美哈、哦。啊，土波还是选他很恶心的诺夫，很恶心的诺夫。好、哦，很恶心的诺夫。好，我们准备开打啊、哦！是你们选那么角，那么角色给我，可以打到我。刚才角色看起来很恶心，非常的恶心。主播最爱的、啊，让别人打不下去啊！这是装慢跳直接用，他妈的！好，开场可以，一个普通摔被解。阿关嘞，关于光招被开个阿布卡，开个阿布卡，亮亮亮！好，来谁呀？别出来！好。好，刚刚那个距离大概接谁压会比较好？好，猜一个，猜一个。好，那医美因被医美那个打瘦身了、啊、哦，最好是往自己的左侧的你会比较好，左侧瘦身会比较好。来，英迪马布里，好，下段，来，管的失败。好，管不出来啊、哦，我现在那个重病缠身哦。趁你病要你命，好，推一个，来背向，来管了又被抓到了，太早按了哦，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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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安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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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接到一个 KO， 下次记得看那个直接掉地呀，不要滚啊，一比一。好，开场 out 的 WP， 好，回馈回馈哈，顶多被小穴哈。好，擦皮鞋，啊，第三下又没蹲啊。啊，那个第三下固定上段太顺了。啊，开个 uppercut， 哎，失败 ，combo miss。哎，管了，好，这次要稍微近一点管了哈。啊，猜一个，猜一个，猜错了。哎，小穴没有穴。我已经算了，用掉了，用掉了，太少，用掉了。好，猜猜猜，还是下段。零。Round four. Fight. 好，开杀，一个上段想 play 啊、哦。好，这个讨厌啊、哦，谁呀？管理。好，那管理在输那个手，怕可以出来哦。哦 ，buff 以内哦，第二下上段被发现。马布里，啊，立德又生产。我第一次见到你大叔，你还敢撞？对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天哪！一般人，我不打道士要讲，像你知道吧？他比你有嘞，比我好些。你有那么好玩的角色，去玩什么风威？Round one, fight. 好，开他，闪光地群，啊，猜一个，牛逼，第二下三乘一，好，继续塞，擦擦擦，关队擦关队擦。
好，一边步调危险，第二下上官兵发现他。好，差一点点啊、哦！哎，关队，这个状态危险啊！关队尽量不要发危险，危险，从一边扛着。好，看波用 miss 啊，看波 miss， 马布里，一比零。哎，我不可以，我不知道怎么叫可以，我只知道后。啊，空招，一直在出空招。啊，关队，关队追踪。哎呀，哎呀，哎呀！这是一个很明显加碰壁死哦，还是管哦，这是一个差，哦，这叫差啊！哎呀，这个血量，这个血量，这个血量应该直接带走了哦，你要残血哦，残血这个血量带走一比。好，下段。好，太平了。好，诺夫，诺夫背向照接。好，背向照接。好，保带。啊，下段看得到，看得到，这不是线上选，这不是线上选啊、哦。好，听说有一个什么线上选的啊、哦，叫什么什么什么 Swallow 是不是？好，擦，擦，我擦两次，我继续擦，跳地。好，地面 ID， 地面 ID， 哎，三 OK。Round four， 一二 ，Fight。好，不对，雪白。好、哦，还太慢了哈、哦，还太慢了、哦。这医美那个，医美鬼祟最好是立中阿哥去的啊，他们并没有爱准。来 ，combo miss，combo 不要 miss。Perfect， 二比二。Final round， 好，慢走。好，开场车，开场擦，就是要擦，继续擦。好，不对。好，发飞雪，准。啊，这个被抓到。好 ，WP 血 ，WP 解衰啊 ，WP 解衰。啊，小雀，小雀，小雀，好，赌博一个胜场。啊，今天开到两点半哦，今天开到两点半，可是我应该不会待那么久。等下比完赛，我就把那个成绩播上去了哈、哦。好，现在两边各一个胜场。那土坡是败部哦，所以土坡那边可能要赢六个胜场哦。好，这两个人开场都不厚厚的哦。这两个开场不厚厚的哈、哦，然后一个出十一伏，一个出十二伏啊！你看看，哎，避免啊，变变变，哎，没按出来哈、哦，哎哎，就是没按好，实力没吃掉，实力蛮玩太多，好，绝佳。Round two， fight。张好 V， 张好 V， 来，各位。诺夫的勾拳啊、哦，在横移的时候用哦，效果很好。还是发挥血啊，刮一个，啊，再刮。好，一直摸。哎，没摸好。哎呀，这个。该去反手没有去哦，然后被踩一个哦。横移，横移，横移勾拳，变变，好 B 边，好痛，啊角落，角落火就是要擦，啊这个痛，二比，来继续，好立中阿兵，变变变。
变变变。好，地垫，好，看目标命是半条哦，这个血量伤害哦。好，下段摸死你。啊，擦皮鞋被发现了，怎么办？怎么办？来，好，立德目前取得两个胜场啊、哦。这女生好正哦，对啊，她就是传说中的医美奶奶哦，她是已经是奶奶了哦，好、哦、医美奶奶哈、哦。好、哦、医美奶奶。好，我们看到土坡要加油一下哦。你没血，你一定会吞嘛，这是土吞嘛。好，一枚。手上换野兽。Round one, fight。好，六六 OK。这一枚六六 OK 很不错哦。非常优质的招式啊，然后确定就是发出慢一点，把一个空招击中阿兵，好 ，Tiger， 谁呀？好，那第二下，第二下上段是固定的，哎，擦皮鞋，这样可以点啊，好，关雷，他是懦夫哎，他是懦夫，好，他是懦夫，马布里，一比零。好，一样开场先凹着动作 RB， 好拿 RB， 好六 RB 命中 combo， 好一样 Tiger， 好完嘞，好这张讨厌好，好完嘞，消，好那个没有连续命中哦，哦三 RB RK 没有连续命中，好二比零，好立德金牌哦，好立德如果这赢的话就是今天我们的冠军。好，开场就上吊被蹲。好，诺夫就用他，用了他一个半个一幕的起身阿 B， 好，半个一幕的起身阿 B。谁呀？谁呀？好，好跳低，好跳低不用吗？好，再蹲嘛。二比一。Round four, fight.啊，关内，好六 RK 啊，六 RK 上段，好，听到一个啊，关内，好跑过去擦皮鞋，哦，这是诺夫的奥义，跑过去擦皮鞋，好六 RK 命中，啊，我有点危险啊，好继续猜，要做什么？做什么？哎呀，我的地下绝，哎哎，用掉了，用掉了，手用掉了。我被会不会到底管队没有成功啊、哦、恭喜我们今天的冠军是立德啊、哦、啊打完打完打完然后我要跑了我要跑了你要跑了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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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啊，这个你要留着。那什么？你要留着。哎呀，我是我们班里面啊。啊，对对对，对对对，我们都不要踩。哇，又洗又洗掉。帮你拔掉啊！帮你拔掉，这一下就爆了，有没有？啊，你刚刚不知道怎么着？对。而且我在看我都在看花名啊，我都是看后阵跟对啊，是雀斑啊，后阵啊，然后四六。要这个，我正在等。好，来，前三名。对啊，对啊。啊，第一名是谁？布丁啊。啊？啊，第三名是布丁啊，布丁进来拍照哎。好啊，我们这边。哎，那个拍照手，拍照手。啊？拍照手。我拍照手，好，那你用你的手机拍。好。来，第三名。好，第三名布丁，再等一下可以走。好，我们上一页来，上来走，上来走，来，好好，那等一下二名，来，第二名来，主播。
我打卡。有看过？哎、欸，我刚刚写了吗？有，我刚刚写了。哎、欸，那你拿的呢？我来。你在哪里、啊？下面我两边，这边两边好，你们两个干嘛这么这个小弟跟小弟哥的 MVP 呢，附近点赞吗？好，可以。两边两边。哦，可以。哦，可以吧？还是不行啊，不够亮。还是我手机问题。开这开这。好用，有手机了。啊，我的入光量比较好。不关排位啊。怎么？好，好，好，不能光看。太小了，别让别难过。别让别人受伤。啊，你也来，你也来。真的好，回去关键关键啊。啊，可以关心啊，可以让我们六场都跟着后打的，好进六分进步吗？对吧？哎，对对对对，六分进步。对啊，我们还是定那个要现实成分，是票嘛，票嘛，好票嘛，电影。好 ，OK OK OK， 加上你这个赛，好，这个这个，这个很牛逼。好啦，那我们今天积分赛到这边啦，那等一下就关台啊、哦！感谢大家收看，那大家就要 review 一下今天的参赛状况哈。来，稍等一下啊、哦。好，我们的冠军是立德，第二名是土波，第三名布丁，然后第四名是 Ken Wu。那第五顺位是小黑跟金玉，好，第七顺位是老大的啊我哈，好，那欢迎大家下次也来参赛，好，好啦，我们今天的国际首次比赛就到这边啦，下个礼拜五继续啊，下礼拜五继续啊，感谢大家收看啊，欢迎下次来看啊 ，OK， 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